嚟到第一部分樂器演奏組啦，好想快啲睇下我哋同學嘅精彩演出啊！係咁，事不宜遲啦，為我哋打頭陣嘅就係 Bamboo House。你又知唔知佢哋今日會為我哋帶嚟一首點樣嘅樂曲呢？我咁醒，梗係知啦，係貝多芬 F 小調第23號熱情奏鳴曲嘅第三樂章啊嘛。咦，係幾醒喎？呢首樂曲係貝多芬最強盛時期所創作嘅作品，好犀利噶！而且呢一首歌感情強烈，真係聽到人都興奮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等唔切啦，我哋快啲將時間交俾五 D 班嘅唐家偉同學啦，有請。Thank you.
为我们演出的是 Bamboo House， 他们要唱的是喂喂，你做什么连介绍都不说啊？因为故事很长，我懒咯。说吧，我想知道啊。好啦，就是这样的，有个国王要亲自去打仗，他很想赢，于是就向神祈祷，就说如果自己打胜仗，就会将回国后第一个见到的人献给神。谁知他第一个见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，於是就很糾結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好。而這首歌就是由個女的角度唱出來的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好啊，那我們現在就將個台交給3B麥翠芝和伴奏3B徐旭慧，他們即將為我們唱出 Farewell Your Limpid Springs and Floods。 有請 Bamboo House。Ye flow
究竟是怎样的？其实你敢问我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都未拍过拖，怎会知道爱情似什么？为什么你突然敢问的？没事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，很想知道爱情对每一个人的定义是什么。不如这样问吧，如果你可以将爱情比喻为一样东西，你会比喻它做什么？这样啊，如果真的要我选，我会选灯光咯。爱情好似灯光咁，照亮昏暗嘅人生，为我哋嘅世界带来光明。既然系咁，你一定明白下一首歌讲啲咩啦。第三组嘅二重唱组合系竹社嘅5A 伍玉莲同5D 叶超然，佢哋一阵间会为我哋一齐唱出迪士尼嘅动画《Tangled》嘅主题曲《I See the Light》。系啊，歌词内容就系讲紧两位主角相遇后心境同感情嘅变化，而歌词中 See the Light。更加象徵了兩人因為找到對方而生的頓悟和明白。還說這麼多，我們現在就立刻交個台給他們吧。還有伴奏的 3D 邵俊熙，有請 Bamboo House。
唔該曬梅社同學嘅演出。我知道你平時都要搭車翻學，你有冇欣賞下沿途嘅風景呢？冇啊，平時要咁早翻學，又咁晚瞓喎，有時間喺部車上面瞓覺啦，仲有邊有呢個心機去望呢風景喎？不過竹社跟住落嚟要表演嘅搖船曲所提及嘅風景就優美得多，你一定會有心機聽噶。咁我就即管豎起隻耳仔，好好聽下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有請竹社嘅同學同埋伴奏 5C 班陳佩儀同學，有請。你知唔知道第一組出場嘅係邊一個社啊？點會唔知道啊？唔知道下年就唔使做呢一行啦。咪講咁多啦，答咗我問題先啦，你。得啦得啦，跟住落嚟到竹社出場，演出嘅曲目係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，仲有 5D 班何永宇同學同埋 2B 班李善日同學作吉他伴奏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有請竹社出場啦！
已經去到流行曲最後一個項目了，考考你記憶力，你記不記得剩下什麼寫未出場呢？我當然記得啦，是竹寫嘛，他們的表演是可惜沒如果。這首歌是由林夕填詞，由林俊傑演唱的。可惜沒如果是林俊傑在專輯《新地球 Genesis》裡面最先寫出來的旋律。這首歌有別於他以前的抒情歌，主題靈感來自於林俊傑自己對於生活經驗的觸發。歌曲描述的正正是一段錯過的故事。聽聞林俊傑在見到林夕寫的歌詞那一刻就喊了出來，首歌深刻地寫下了每個人都曾經經歷過的遺憾，也都是林俊傑自己對情感生活的感觸。五 D 班的葉超然會為我們唱出這首歌，他的鋼琴伴奏是五 D 班的唐家偉。事不宜遲，我們將台交給竹社。Thank you.
假如把分得起的错，很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，将一笑带过。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，要得过且过才好过，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只剩下结果。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，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，不过、哦、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没有你和我。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只剩下结果。可惜没如果。话咁快就已经表演完两项跨越嘅项目，跟住落嚟就轮到竹社啦。我而家先至发现，其实 Any Dream Will Do 呢首歌大有来头，攞过唔少奖噶。佢嘅1991年版单曲曾经喺 UK Singles Chart 度连续两个星期蝉联榜首。我睇到呢个资料嗰阵时，真系吓咗一跳啊！唔单止系咁啊
呢首歌喺 Australian ARIA Singles Chart 嗰度都曾經位列第92名，證明呢首歌真係一代巨作啊！但係就好少人知道呢、這個一代巨作嘅作者 Andrew Lloyd Webber 同 Tim Rice 原本寫呢首歌嘅音樂劇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只係為咗喺佢哋學校嘅復活節演唱會上面表演，後嚟喺1973年先至發展到喺劇院表演。好彩佢哋選擇咗擴展音樂劇嘅規模咋，如果唔係，我哋今日都聽唔到呢首咁好聽嘅歌。一陣間上台竹社嘅指揮係 3D 班嘅邵俊熙，而鋼琴伴奏就係 5C 班嘅陳培爾。大家快啲以熱烈嘅掌聲歡迎竹社啦！